任天堂证实，马里奥早就不当水管工了。根据任天堂的消息，大家最爱的水管工超级马里奥不当水管工已经很久了。任天堂的马里奥档案页面上的日文说明，让游戏网站 Kotaku 在本周稍早报道了此事。话虽如此，看来他还是喜欢这套制服。马里奥的创造者宫本茂，不知道他是谁，代表你不够宅。他曾经说过，游戏的内容会决定他的角色。也就是说，这位前水管工其实样样精通。这个过重的虚拟意大利人当过木匠、医生、足球员、赛车手，非常喜欢吃蘑菇、魔法植物和会闪烁的星星。应该说他也是迷幻药物成瘾者吗？他也很喜欢 cosplay， 尤其是毛茸茸的动物类角色。但马里奥最喜欢做什么呢？那就是从某个又像龟又像龙的家伙手中救出蜜桃公主，并因此获得甜美、诱人、令人垂涎、奶香四溢的烤蛋糕。